这个地方是热带森林区。水獭人气这么高，很可爱啊！换它要去跳了。他在健身吗？啊，好可爱啊！只有耶，哈哈，好特别哦！可以多放几根这个绳子吗？啊，他转了好久哎，他转好久这只。现在在比赛吗？30秒可以了哦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你可以跑。其实已经灌到你精神状态不太好了。他真的是把那个水甩开，把水甩开。游过去了，又游过来了。甩啊，甩尾，甩细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果刚来国外，有一次害怕就会在家里。我的，我的。
换动物跟你一起，它长颈鹿拜拜。长颈鹿拜拜。快乐。他们现在在爬坡，爬坡训练中，有一棵树在他们的里面，应该不会去爬。他可能已经是阿呆。他这样一天可能要甩好几次。他这个甩很职业。该走了，该走了。他的牙齿都不会被拔下来，他也习惯。等他这次掉下来，我这次甩好久。你不会干，把你看起来了。拜拜。在水下，水下馆啊。水下。我们在水下馆。看了很久，可大，真的很可爱。这水獭的生日，可是我只看到两只啊，它们还会飞，然后会在水里面钻，然后会回转。它为什么要转？哦，它们的牙齿很尖。可以磨牙，磨牙，防水效。你看，喂食好可爱哦。它的毛有防水效，毛有防水，灌热防水。它有蹼哎，它有蹼。感情很好。水獭的房间哎。啊，嗨。水獭的房间，好近距离观赏哦。来，又在甩，不管在里面，在甩，也是甩了，要甩，哎，又要甩了，要甩，这比较新，对，啊，为什么这里这么小，好可爱哦，它到底是怎么了？不停的在说，啊，为什么这里这么小？哎，这是它的房间内，那个眼尾的地方啊，运动场，就是可以看到它睡着的样子。来吧，我来。啊，你可以买这个啦，好丑。那水獭一只多少钱？天啊！一毛买这个。不要嘛，好丑。那水獭好过分，好可爱哦。可爱，1300，好贵哦！谢谢。它可以咬住绳子。嘴巴一看。你拿着嘴巴一看。哎，你看，我的手被吃了。哇！等一下，你放下来。好可爱哦！是这样吗？示范一下。这种大只的2000。好贵哦。Marco桑，你手摆在这里。有，我知道会咬手。哎呦喂！你要买啊？没有啊。
好想买，怎么办？买啊，你可以买这只。这只真好可爱。要放中间，然后要有那个，那个。